这个编号是，多少？33332，33332，对对，33一个啊，嗯。
还给你把胶封里面封着吗？嗯，你也封一下吧。那要不要胶？那我胶。哎，盆子，还要封胶吗？不封啊。啊，你就把它放在正中间，然后把这边拧死，拧死之后，这边都这里要锁，这里要锁死，然后把胶调好，然后从这里面慢慢的倒进去，倒满就可以了。不要倒满啊。 要留一点，因为你这里还有呢。嗯。等你到的话，你最多啊，你不能超过这里了啊。来，这个有螺纹，你不能搞螺纹，因为这里等胶干了之后，再把这边也一锁死就可以。用扳手锁死，这里和这里都锁死就 OK 了。嗯，好，那就这样啊。好。